就你，也配嫁入镇北将军府？我是徐青青小姐的奶娘，我可以证明她根本不是徐青青。你为何这么说？且口说无凭，你可有证据？林老夫人，我们小姐是老奴从小带大的，身上肌肤吹弹可破，全身上下连个疤痕都没有，怎会是这等浮躁之人？ 大婚当日，我发现他左手手腕处有一处明显的疤痕，事后还心虚故意弄伤遮盖，是真是假，大家一看便知。住手！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岂能因为一个老奴之言当众失言？她就是假的，徐青青，你不要被她给骗了。是真是假，我自有定夺。 本将军问你，你说的话可句句属实？若有一句不实，小心你的脑袋。老奴说的句句属实，只不过老奴一年前离开了宰相府，不过按照宰相府伺候小姐的精细程度，小姐身上应该不会留有疤痕。应该。 我这个疤痕是半年前外出意外留下，你空口拔牙污蔑于我，是不是因为被赶出宰相府，所以对我怀恨在心？将这贱奴拉下去杖毙！表小姐，是你给我的银两，让我指认的，你可不能管我！闭嘴！你个蠢奴才！表小姐，你救我呀！这。 一定睡不够热，我没错，你放开我。若浮生的幻章，风容年轮，只念苏醒与第四一吻。 忍一忍，很快就好。我再去拿些疗伤膏。 你是因为怕得罪宰相府，才如此祸。无论你是谁的身份，只是为了你，我甘愿。那将军就是怕我和慕月溪再起冲突。你放心，只要他不再咄咄逼人，我不会为难他。 伤得这么重，还不及时涂药。明日是回门之日，安离，我们要回宰相府见父亲。你来安排就好。明日只是家宴，无需太过招摇。父亲特意嘱咐，不要带太多随从。一切从简。将军。 明日去了宰相府，那就是进了龙潭虎穴。怎么能轻易答应，而且不带护卫呢？他既然费尽心思的假扮成徐青青嫁给我，那便让他杀好了。肯定不是他的杀父仇人呐、啊！而且三年前你们就已经……您应该把真相告诉他。不可。
忘了他的真实身份了吗？否则一年前我们苦心的安排岂不是白费了？将军，是小人医术不精，不能将您体内的蛊毒全部清除，只能暂时压制。徐伯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带阿隐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徐国入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若让他知道阿隐就是风鸣将军的一父子，你以为他还能活？是。不好，你们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，我这就护送你们离开。阿隐上山采药还没有回来，再说宰相的爪牙遍地，一旦被盯上我们无处可逃啊。这两颗是碧星，我曾计划让你们父女以假死脱身，如今情况紧急，只能顺势而放手一搏。没想到那个蛊毒提前告破，还差点伤了他。就让他把我当作仇人吧，他只有待在我身边，我才能更好地保护他。快走快走，快逃葫芦了。看来夫人真是回府心切，毕竟许久未见父亲。将军，夫人，马车的横梁断了，无法前进，可能要等一个时辰才能修好。明天是杀他的最好机会，我不能再失手。宰相府离此处只有百余步，我知道有条小路，片刻即可到达。劳烦夫人带路。如果你要逃脱，必将暴露假躯的，若是不逃，就会被活活烧死。细雨潜入深夜，扰醒了牧笛，亮上双眼烛照，掀来了心底。遥望去时陌上芳草萋萋，好心事舍不因你。夜风忽而乍起，沉睡着涟漪，最怕月圆成曲，相思笑意隔音断了几分熟悉。纵情深林里，你只期许我怎知一枝茉莉，远君茉莉，朝暮两相依。纵真实便是容易，前世山海